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达美航空 DL388 航班。本次航班由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底特律都会机场。本次航班预定航线距离为12657公里，预计在空中飞行13小时50分钟。底特律位于美国密歇根州，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城市。底特律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制造中心之一，被誉为汽车之城。20世纪初，汽车制造业蓬勃发展，底特律成为了这一产业的中心。亨利·福特在底特律创立了福特汽车公司，开创了大规模汽车制造的先河，将汽车从奢侈品变成了大众产品。其他汽车制造商也纷纷在底特律建厂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汽车制造生态系统。在过去的100多年里，底特律孕育了许多世界著名的汽车品牌，包括福特、雪佛兰、克莱斯勒、道奇和凯迪拉克等。这些品牌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盛誉，他们的汽车在性能和设计上各有特点。除了汽车制造，底特律每年会举行各种汽车展览、汽车聚会和改装车比赛，这些活动吸引了汽车爱好者和专业人士共同庆祝汽车的魅力。